而家咧，我哋係去到輕鬆得勝第六點啦，一齊讀下。我們可以靠主勝過罪，就係我哋可以靠住耶穌得勝，勝過罪。其實好多，其實過基督徒都一定有罪嘅爭鬥嘅，一定有呢個爭戰啊！每一個基督徒都有嘅，而好多基督徒覺得好難勝過罪，覺得咧係即係唔能夠得勝。咁我哋今次咧就講到靠耶穌咧，係所有嘅罪都可以得勝嘅。咁首先咧，我哋要了解一下神對於罪嗰種睇法嚇。即係明白神是不喜悅罪的。臨前十章八節一起讀下，我們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們有人行的，一天就倒閉了23,000人；也不要試探主，像他們有人試探的，就被蛇所滅。在這裡告訴我們，就是罪的後果，第一就是跟神分離，而這裡所說的就是在舊約聖經就很清楚給我們看到，就是神即時的懲罰。有些人就說或者舊約有咧，新約冇咧，但新約都有嘅。聖靈主5:3一齊讀下。彼得說：亞拿尼亞，為什麼撒旦充滿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聖靈，把田地的價銀私下私自留下幾分呢？然後第四節，你怎樣心裏起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氣，聽見的人都甚懼怕。咁呢個講到咧，就係佢當時好多人都賣咗佢田地咧，將嗰啲錢咧俾曬教會。亞拿尼亞同撒菲拉咧，佢咧又亦都係咁做法。但係當佢咁做嘅時候咧，佢就留下幾分。其實咧，彼得同佢講，其實嗰啲錢係你嘅，你可以唔奉獻嘅。你留下幾分又得嘅，你可以話我一部分嘅錢奉獻又得嘅。但係點解你要話？即係佢話點解你要講大話咧？即係你其實你留下都 OK， 只要你講出嚟就得㗎啦。他說你這樣做你就不是騙人，你是騙神。當他這樣說完之後，立刻就撲倒在地上斷了氣。這個是神即時的懲罰。有時我們說，哇，什麼神這麼嚴格的呢，這麼嚴厲的呢？其實神是有兩個性格的，一個就是他的慈愛，一個就是他的聖潔公義。神的慈愛是我們大家都很歡喜的，但是神的公義，聖潔公義有時有些人就不太喜歡，就覺得好像太嚴格。但是神的公義是很漂亮的，很美麗的，神的聖潔很美麗的。當你走在聖潔裡面，你發覺心很舒服的，是不是很輕鬆的？在天堂也一樣，在天堂再沒有任何的紛爭。有一樣東西很特別的，在天堂呢，第一不用睡覺了，在地上你睡醒覺有時候會不開心，在天堂呢你不用睡覺，哇，日日夜夜這樣在天堂，你想想日日夜夜日日夜夜，如果在地上我們現在會累，但在天堂又不會累，又不會無端端事不開心，不會無端端事哎、人都不知道是不是喜歡我不喜歡我的、哎、呀，不知道是不是我又做得不好，耶穌不知道有沒有不喜歡我呢，是沒有這些意念的，人與人之間什麼意念都沒有的。所以在天堂的時候，天天都哇，真的天天都是永恆的 party， 永恆的夏令會，很開心的夏令會，永恆的跟人和神都有個 好的關係，是不是很漂亮、啊、所以聖潔是很漂亮的，神的聖潔很漂亮。但是神呢，因為他人有罪，所以罪一定有罪的懲罰。那這件事呢，我們就有些人就會害怕，但是其實神是真的很樂意赦免我們。但是我們首先要知道，我們的罪是配得懲罰的，我們的罪是配得懲罰。不過神是沒有這樣懲罰我們，神 是用施恩來到去赦免我們。所以我們來到神面前，第一件事就是說，我們真的感激耶穌完全赦免我們的罪，神追討我們的罪是很大恩典。如果根據《使徒行傳》呢度所講嘅，我哋即刻個個全部都撲到喺地上啦，係咪？即係個個都講個大話。即時咧，神如果追討嘅時候咧，我哋個個都唔能夠站立得住。咁我哋首先就明白罪嘅可怕性，即係唔好覺得咧係啊冇乜所謂啦，個個都係咁犯罪啦，唔好咁覺得，而係咧犯罪一定有罪嘅後果嘅。好啦，咁啊聖經亦都講到犯罪會帶嚟管教喎。希伯來書12:10一齊讀下，生身的父都是暫隨己意管教我們，唯有萬靈的父管教我們，是要我們得益處，使我們在他的聖潔上有份。咁我哋天上嘅、地上嘅爸爸咧，都會管教我哋，不過有時佢係隨己意嘅，即係有時係，有時唔係啦。即係有時佢會猛啊，咁佢就會大力打嗰啲仔啊，或者佢唔開心啊，佢翻嚟就會鬧啲仔啊咁樣。咁佢裡面咧，佢有啱嘅，亦都有時咧，佢係會隨己意去做嘅。但係我哋嘅萬靈嘅父，即係所有
即係一切嘅我哋嘅靈魂嘅阿爸父咧，佢管教我哋係要我哋得益處嘅，全部都為我哋益處，叫我哋喺聖潔上有份，就叫我哋能夠咧個個都能夠經歷到聖潔。聖潔係好好嘅，犯咗罪之後人會覺得點啊？內疚、唔舒服、自責、自卑係咪啊？係唔好嘅喎，所以罪係唔好嘅，我哋要深信呢樣嘢，罪係唔好嘅。而能夠聖潔，日日都能夠活在聖潔裏面咧，係非常好嘅。雖然我哋唔係完美嘅聖潔，我哋唔能夠達到神嘅完美聖潔，但係我哋有犯罪，我哋就求主赦免，我哋就可以活在聖潔裏面啦。即係有做錯，即係求主赦免。但係赦免之後咧，就唔係繼續留喺罪中，而係處理罪嘅時候係好開心嘅。咁但係神係會管教喎。嗱，有啲係輕管教，少少唔聽話，神咧可能有啲輕量嘅管教。但係有一個人持續唔聽神嘅話咧，可能神有時會用一啲強烈啲嘅管教，強烈啲管教點解呢？就係想佢知道呢樣嘢係錯嘅，係嚴重嘅，唔好覺得唔緊要嘅。咁嘅時候咧，因為救翻佢嘅，唔係免得佢一路犯罪犯落去嘅時候咧，就有個嚴重後果啦。即係譬如基督徒有時做嘅錯事，以為冇人知道，神用一個管教好簡單嘅啫，佢讓啲人知道你犯嘅錯，你就好醜怪噶啦，係咪？而嗰件事可以好嚴重嘅，神可以用一個輕量嘅。的管教亦都可以用非常嚴重的警戒、啊、所以我們、啊、神啊，我們知道犯罪必定有罪的後果，一定有帶來的不好的地方的，還有犯罪會被魔鬼留地步、啊、以弗所書四章二十六節，我們就看看上下文到底是說怎樣被魔鬼留地步呢，一起讀一下，生氣卻不要犯罪，不可行路到日落，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，從前偷竊的不要再偷。在二十七節就說到呢，不要被魔鬼留地步，而上下文是講什麼呢？就是如果你有生氣不要犯罪，當你生氣的時候不要犯罪。這個經文有些人就說，那即是生氣不錯，不過不要犯罪。其實這件事呢，即有些人解釋性的，生氣不要緊，總之你不要犯罪，這個釋經是會有問題，它只是說如果你生氣你就不要犯罪，就不是說你生氣是對的，除非我們好像神，神有性、啊聖潔的路啊，義路啊，神的義路是沒有罪的，他沒有帶有罪，但是人的怒氣呢很多時帶有私意的，是不是？譬如我們見到人的罪呢就生氣得很厲害、啊、不過見到自己的罪呢就覺得隨便過就算了，就是鬧交的時候會數人家的錯，就他覺得好像是義路，但是他自己的罪呢他又 不會這樣數出來的，這個就 是有不是真的正確的怒氣來的。所以其實人的怒氣是不能夠成全神的義的，所以我們不要說法怒是對，但有情況是會對的，譬如你覺得那件事是真的錯，你用一個聖潔的心去看這件事是錯，我們這件事是不對，我們一定要對付，我們不可以任得它的，那的時候呢是可以有是對的時候，但事實上人的怒氣很少是真的完全的義怒。好了，生氣不要犯罪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你一路嬲，你即刻到日落，你都即刻求主赦免，就饒恕翻佢啦。然後跟住唔好俾魔鬼留地步。嗱，如果你睇上文咧，即係咩意思呢？即係你一路含怒到日落，一路嬲落去咧，你就俾魔鬼留地步。你繼續犯罪咧，你就俾魔鬼留地步。你一路繼續嬲嗰人嘅時候咧，呢、这個怒氣就會俾魔鬼打開道門入我哋裡面啦。嗱，點樣影響咧？第一，當我哋繼續一路咁樣嬲嗰人嘅時候咧，聖經都講到唔得到神嘅饒恕喎，個內心裏面又冇平安咯喎，內心裏面又會有重擔，同人嘅關係又影響喎，即係整個人都受影響嘅。所以呢個咧就會俾魔鬼留地步，而初步就係個生命受影響，跟住下一步咧就可以俾魔鬼攻擊嘅。有啲人就話係唔係咧會咁？嗱，耶穌都講咗一個比喻嘅，佢話呢個世代好似乜嘢咧？佢有個人咧，佢就將個鬼趕出去咯。將裏面打掃乾淨，但係嗰只鬼咧就帶咗七隻更惡嘅鬼嚟，翻返嚟嗰度見到打掃乾淨，就再入去啦。即係話咧，佢冇耶穌做主嘅時候咧，佢趕啲鬼趕得出去，但係咧啲邪靈又再翻返嚟嘅。即係話罪係可以冇俾耶穌做主咧，係可以帶嚟邪靈嘅攻擊嘅。咁我哋的而且確見到有啲人咧，佢哋喺罪中嘅時候咧，係好難趕出邪靈嘅，啲邪靈唔肯走。咁所以我哋其實冇讓任何嘅罪影響我哋。唔值得啊！即係有人犯罪，我哋會嬲佢，但係我哋唔值得，因為譬如當呢個係一個人啊，佢犯罪啦，佢鬧我哋啦，
咁我哋會受佢影響，跟住就嬲咗佢，鬧佢。但係當我哋嬲佢鬧佢嘅時候，我哋犯罪，咁即係佢啲罪就沾染埋我哋嘅身上啦。即係佢做錯，點解我哋要做錯咧？即係好似佢而家喺度嗱，我用一個好醜惡嘅字眼啦，啊，即係啲形容啦嚇，佢喺度食大便，即係冇嘢啦，係咪？咁你話我都食埋一份啦，咁你會話你都食，咁我要食嘅喎，咁我哋唔使佢食，我都食㗎，係咪啊？佢做啲唔好嘅，我哋唔使跟住做㗎，係咪？但係好多人就唔係喎。人哋犯罪，我又食埋一份，咁嘅時候咧，你咪容許罪一路影響你，就影響咧，亦都喺影響我哋嘅內心啦，亦都可以影響俾邪靈影響啦。從前偷竊嘅唔好再偷，即係上下文所講嘅都係講到處理罪嘅，唔係咧就會俾魔鬼留地步，同埋犯罪會叫人佢嘅痛苦困難更加厲害嘅。約翰福音五章十四節一齊讀下。你已經痊癒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厲害。有一個38年的瘸子，耶穌就叫他起來，那他就起來了。那個人呢，後來呢，他又見到耶穌，耶穌就跟他說，他說你已經痊癒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遭遇得更厲害。就是說你當你犯罪的時候，你遭遇可能不只是你瘸，可能你還帶來更多的影響，即是魔鬼會攻擊你，以致你比有更嚴重的問題。咁呢樣嘢我哋，所以為人祈禱咧，我哋都提醒佢啊，唔好繼續喺罪中，因為繼續喺罪中咧，譬如佢祈禱真係病得醫治嘅時候，但係佢繼續喺罪中嘅時候咧，第一罪就會帶嚟猛疹、唔開心，唔開心個身體就受影響啦。第二咧，俾魔鬼嘅攻擊，魔鬼嘅攻擊可以帶嚟疾病嘅，可以帶嚟疾病。聖經有記載。癲簡的邪靈係嘛？講出呢個癲簡嘅靈啊，講出呢啲啊嗰啲瞎眼嘅靈啊、耳聾嘅靈啊，即係耶穌聖經裏面都記載到呢啲嘅靈，即係邪靈可以帶嚟嘅工作。但係唔係所有瞎眼都係邪靈，但係邪靈可以帶嚟瞎眼。咁我就以前識得一個非洲嘅牧師，佢咧就講俾我聽，佢喺非洲嗰啲巫術係好緊要嘅。其實我哋發覺有啲地方咧。其實東南亞都係嘅，有啲地方佢哋拜嗰啲偶像咧，嗰啲邪靈好緊要嘅。咁點解佢拜得好緊要咧？有好多因素。第一咧，佢哋嗰種投入程度好高啦，同埋好多時佢會用血嚟到祭啊，即係用死嘅牲畜，即係將個牲畜殺死嚟到獻俾嗰啲邪靈。同埋亦都有啲咧嚴重嘅，將人殺死嚟到獻俾邪靈。咁咧我就。在網上有一個叫做很特別的這個人，即是這個牧師告訴我，他叫做 General Butt Naked， Butt 即是屁股，為什麼叫 Naked 即是不穿衣服，為什麼叫 Butt Naked 呢？即是他以前，原來他就有邪靈上身，他邪靈上身那種是特登的，他邪靈上身之後，他就有一種能力，可以很大的能力去殺人，去做很多的東西。那他呢就，但是他有一件事要做的，每個月要殺一個人，每個月要殺一個人，讓獻給那個邪靈，由他有能力。那他呢就他有一班人都跟著他的，那他們做些什麼呢？他們呢就會去打仗，幫人來打仗，是打贏的。他怎麼打贏呢？他會不穿衣服，不穿衣服呢，跟著呢他們子彈都打不入的，因為那些邪靈保護他們，子彈打不入。那他們呢就會跟那些，即譬如有些人給錢他，他們就會一隊人去打，那些子彈打不入，跟著他們就會將那些人打死的。還有呢，他們有些就用馬尾，馬尾即是馬尾，馬尾是動物身上拿出來，很多這些邪靈的物體是在動物身上，即是因為它是曾經是一隻動物，那它獻了給邪靈，邪靈就住在上面。他就講到他以前的那條鞭，他一打過人呢，那個人一係就盲，一係就病，一係就死嘅，即係嗰啲邪靈可以咁樣去攻擊嘅。咁呢樣嘢我哋喺即係我哋喺呢度係少聽到呢啲咁嘅事情嘅，但係咧喺非洲咧就好多啲咁嘅事情，同埋東南亞都係嘅，即係啲降頭啊嗰啲都係呢啲咁樣嘅方式，就係邪靈嘅力量可以好大。但係我哋有耶穌，我哋又唔使驚喎，我哋靠耶穌去得勝。嗱，咁我講一講呢個 General Butt Naked 點解佢後來做咗報道家咧？好神奇的，在網上都可以找到他的。那他是怎樣呢？有一個牧師在個教堂那裡，這個我講，我就講講這個
護士，即係講到呢個邪靈嗰種工作咁緊要啊。佢咧就喺個聚會嗰度，忽然間有一個女人受感説話，聖靈感動佢。佢話：我哋要為呢個 general 祈禱 ，general 即係呢個我唔知道中文譯做咩啊，即係總之嗰啲軍隊嘅領袖啊嚇，將軍為個將軍祈禱。個牧師話：佢呢個咁嘅人成日殺基督徒、殺其他人，我哋唔可以為佢祈禱。咁咧就要祝福佢，即係佢話要祝福佢。咁佢就話：你嗰啲唔係從神而嚟㗎，我哋唔可以祝福佢。咁咧就趕走呢個女人喎。點知第二日咧？到祈禱嗰時咧，這個牧師自己喺度話：我哋要祝福呢個 general。咁咧結果咧好奇怪。咁然後咧就神就感動佢咯。佢話咧你要帶人去向呢個 general 傳福音。哇！這個 general 好犀利喎，佢有個軍營嘅喎。你一入到去咧，你唔係佢嘅人咧，佢可以即刻將你殺死喎。佢其實佢上街咧，啲人都驚佢，因為佢會無端白事殺死人嘅，即係一個咁樣嘅好，即係好多人好驚嘅一個人物。咁佢就聖靈即係感動佢哋喎，佢話咧唔知有兩三個同佢一齊去啊，咁行下有一個就開始話啦，我機有啲急事，我而家要走啦。咁行下，因為第二個咯，第二個又話，哎呀，我有啲咩原因啊，我又要走，所以三個都走曬，剩翻佢一個，佢行即係越行越驚佢哋，咁行到嗰度，咁但係神叫佢做，咁佢咪做咯，咁去到嗰個軍營嗰個門口嗰度。咁行去同嗰個士兵講啦，佢話我要見呢個 general， 個士兵唔睬佢喎，直情唔理佢。佢話我要見個 general， 個士兵好似直情當佢冇到，咁佢咪行咗咯。個士兵又唔理佢喎。好啦，行到去嗰個 general 嗰個營嗰度，佢又見到個兵喎。佢話我要見個 general， 佢又好似冇理佢喎，又完全唔理佢喎。跟住佢就叫入去。我想見個 general， 個 general 行出嚟喎，行出嚟佢就開始向佢傳福音喎，開傳福音嗰個 general 咧，好似一隻羊咁喺度聽佢講喎，喺度聽跟佢講完，跟住咧佢就走咗喎，走之後咧個 general 就話：點解你哋個個士兵冇人睇到佢㗎？佢話我哋睇唔到佢喎，冇人嚟過啊，係睇唔到喎。咁咧佢就將佢殺死，即係嗰啲士兵啊。佢話你哋睇唔到個人。他第二天又是這樣來過，又是一樣，第三天又一樣，第三天呢他還說我今天要帶你去個報道會。那他又跟著他去，去到個報道會呢，他就在個報道會呢，聖靈臨在他整個人跌在地下，跟著他們將他抬回去他的帳幕那裡啦。去到他那裡呢，跟著他說看到個好像整個帳幕開了，跟著呢他裡面呢，即是天上呢有些金露滴下來，他身上的黑色東西就走出來，走出嚟之後咧，佢啲邪靈就趕走咗。咁佢就開始信耶穌，後來做報道家，即係個咁樣嘅例子啊！即係呢個係我喺曾經認識嘅一個非洲嘅牧師啦，講俾我聽呢啲咁嘅事情。佢話咧，佢話我哋喺非洲成日見到啲邪靈嘅工作係非常之強嘅，所以有機會去到非洲咧，有啲地方咧，你係會見到呢面對面見到呢啲咁樣嘅邪靈嘅工作。即係睇得到咧，邪靈可以帶嚟疾病，可以帶嚟好多不同嘅問題。咁但係我哋唔係話所有疾病都係邪靈，但係我哋就會話邪靈可以帶嚟疾病，同埋當人喺最終佢就會帶嚟邪靈，邪靈就可以帶嚟疾病，亦都成個人佢冇處理生命嘅時候，可以帶嚟好多嘅問題。所以我哋唔好以為咧犯罪係唔緊要，犯罪叫我哋同神疏遠，同人疏遠嘅時候，魔鬼就嚟到偷竊、殺害、毀壞。會破壞我哋嘅生命，我哋嘅生命就會受影響嘅。我哋整個家庭破裂，即係好多基督徒咧發揮唔到生命，事實上佢俾魔鬼一路毀壞佢生命嘅。所以我哋睇呢個經文就話唔好再犯罪，恐怕遭遇得更加厲害。但係好多人話我冇能力喎，咁樣會講到點樣處理啊？嗱，亦都跟住呢度講到呢個對唔住呢個主題寫錯咗。呢個應該講到咧就係、是。神的無條件赦罪，首先我們來到神面前就不是我們做好先，而是神無條件的赦罪。約翰一書一章九節，我們一起讀一下。我若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的，是公義的，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。這些經文希望大家念了它，這個經文就講到赦罪了。當我們認罪的時候，神一定赦免。神的赦免，神給我一個意念，好像什麼呢？好像你開燈的，如果那個燈是正常，是不是一開它就會開燈的？是不是？一定的。
嗱，我想問你，你請一個人原諒你嘅時候，佢係咪一定原諒你㗎？係啊。唔係喎，好有條件性喎，係咪啊？佢中意你，佢就肯原諒你喎。佢唔中意你，佢可能佢好為難你啦，佢唔肯饒恕你啦。但係神嘅赦罪咧，係好似開燈，你每次一求佢，佢即刻就會赦免嘅。呢樣嘢我希望大家記實，因為我哋好多時俾人影響啊，因為啲人咧。你請他饒恕他，他未必肯饒恕你，所以我們就覺得人呢是不肯饒恕，所以神呢這麼公義，他怎會赦免我的罪呢？這個是很多人的想法，哇，我這麼多罪，神怎會赦免我，這麼多次不聽話，神怎會赦免呢？這個是人的想法，但是神這裡說得很清楚，我們認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實，信實真是可靠，他說了一定做的，是公義的。怎麼是公義呢？因為耶穌已經付了 罪的代價，即是給了罪的代價，即是好像這樣，譬如你要交一個罰款很大的，但你付不起，但有個人跟你付了，那你就可以釋放了，是不是？譬如如果你有些，你有沒有聽過那些銀行要罰款幾億的，有沒有聽過？他們犯了很大的錯，譬如 你自己 一個生意，你罰款幾億，那你哪有錢給啊？那就坐監咯。但有人說我跟你出錢，哇，這麼好人啊，為什麼跟我出錢啊，幾億都肯出啊，出了的時候給了錢啊，你說我想坐監，我不用坐了，你給了錢我不用坐了，你沒事，快點回家，我們不留你即是你想坐監都不能坐，是吧？因為已經付了罪那個代價，同樣神都一樣的，他付了罪的代價，他就不再記我們的罪業，所以所有的罪都赦免的。有些人就話：咁我繼續犯又點呢？其實神係知嘅，神知道個個人都有繼續犯。當你去處理，即係真係求主赦免，神一定赦免。但有一日你會開始，你犯到一個程度，你就神嘅靈感動你，你開始唔想犯。其實我呢度個個人都試過犯過好多次同一樣罪，係咪？呢度有冇人任何一樣罪犯一次就跟住就悔改就唔再犯嘅咧？冇啊，包括我在內，好多樣罪我都犯完再犯，犯完再犯。但是神是見慣了的，總之你悔改，神是一定赦免。當你赦免之後，我們求神就感動我們，就說我不想再犯罪，因為犯罪是很辛苦的，真的不可以說享受的，也都失去神的恩典，也都可以被魔鬼攻擊，可以有各樣的困難。所以我們就說，神啊，你幫助我們不要活在罪中。而當你一求主赦免，神一定赦免了。我現在用個手放在心裡，數我自己的心，所有的罪耶穌洗了，所有的罪洗乾淨了，我不用再有內疚，所有的罪的擔子全部走了，雖然我不好，耶穌將他的義袍放在我身上，我完全得赦免，我不用再在內疚裡面，哈利路亞，可以輕鬆，哈利路亞，可以充滿喜樂平安，哈利路亞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，哈利路亞。但我們可以經常都這樣宣告，有時犯了罪總是覺得好像未赦免，但你求主赦免，他一定赦免的，好像開燈就是一開一定拍一定著，神一定赦免的。詩篇51篇17節一起讀下，神所以的祭就是憂傷的靈，神啊，憂傷痛苦的心你必不輕看，就是一個憂傷痛苦的心，神一定不會輕看，神不會看小的，你有這個悔改的心，神一定會赦免你，一定會加力量給你的。而我們知道罪是不好的時候，我們就赦免之後，我們就要去改了。好了，那為什麼這麼多人成在罪中呢？首先就是原因和藉口。第一，很多人沒有敏感到自己的罪，很多人罵人，為什麼呢？他這麼壞當然罵他，他不覺得是罪嘛，他這麼不好， 他對我不好，那他做錯我就做十五，他覺得不是錯，於是他就會繼續犯罪。那有麻煩當然是煩啦，煩惱他就覺得是正確的，其實煩惱是不正確的，煩惱 是不對的，神的心意是想我們不要煩惱，煩惱不彰顯神的榮耀。其實我們這樣想，犯罪呢，因為希臘文 Hamartia 這個字是什麼意思呢？即有幾個不同的字的， Hamartia 這個字就是好像射箭射那個紅心，你射不正中間就是 Hamartia， 就是即規缺神的榮耀，你做不到的時候你就是犯罪。其實我們不是好像天堂上的人一樣，我們就是犯罪的了，我們不是好像他那麼喜樂、那麼平安、那麼有愛心，就已經是犯罪。所以我們人人都有罪，
我哋去諗有冇罪嘅時候咧，唔係就係諗我有冇偷嘢、有冇鬧人，而係諗我哋有冇彰顯出神嘅喜樂同埋平安同埋愛咧？係咪人哋一見到我，即係睇到神嘅愛咧，睇到神嘅喜樂同埋力量咧？當我哋唔係嘅時候，我哋已經係虧缺神嘅榮耀嘅。咁所以好多人就唔覺得煩惱係罪，其實煩惱係話俾神聽，神你都冇幫我，即係好似打神冚神一包，你都冇幫我嘅，你都唔記得咗我嘅，係即係話神你唔幫我。咁呢個係對神一種嘅侮辱嚟嘅，冇留意到自己嘅罪啦。譬如話人人都係咁做啫，咁我咁做冇問題啦。你睇嗰啲基督徒都係咁啫，你睇佢一出門口咪喺度講閒話，咩又話邊個啊，又講下牧師講到今日唔好啊，啊講下啲啊教堂邊個人唔好啊，咪又係咁，又彈邊個著啲衫都咁奇怪啊，咁樣又係咁嘅嘢。咁我咁講有乜所謂咧？咁我哋唔可以因為人係咁嘅。而事實上呢個係有咗個好唔好嘅榜樣，係咪？好多時咧，基督徒咧個口一出都係一啲負面嘅説話，因為惡人從佢心裏所傳嘅惡就發出惡來，因為佢裡面有好多唔好嘅嘢，於是咧裡面就發出惡嚟啦。好啦，有啲人就話冇人做得完美嘅，咁我哋哎呀都唔係完美啊，我又唔係聖人。你估我係耶穌咩啫？有人咁答過我，你估我係耶穌啊？我做唔到噶嘛。但係咧，耶穌就俾我哋力量，可以做得到嘅。即係唔好話唔得嘅，唔得嘅，係做得到嘅。我哋唔會好似神咁完美，冇人可以。但係呢咧，我講嘅就係話有罪即刻處理就係。個要點啊！我哋會有罪嘅意念，但即刻處理就可以啦。好啦，另外啲人就話：我要用呢個方法對翻嗰啲人，以牙還牙，以眼還眼。佢咁對我，我要對翻佢，覺得呢個唔係錯嘅。佢咁樣衰，唔聽話，咁蠢，梗係要鬧佢啦。但係呢個咧，亦都唔係神嘅方法嚟嘅。好啦，凡係虧缺神榮耀嘅，就係罪啦。擔心、憂慮、煩惱。上面嗰圖啊，即係好唔開心咁樣，跟住咧埋怨啦，成日講啲唔好嘅嘢，口出嘅都係一啲好埋怨嘅嘢，甚至咧唔發揮生命同浪費生命都係浪費時間，都係罪喎。成日就睇電視啊，其實我啲時間係好寶貴，我啲生命係耶穌買贖翻嚟嘅喎。成日去淨係睇電視啊，追嗰啲話劇啊，或者上網太多啊，太多 WhatsApp 啊。咁我鼓勵大家咧，其實啲 WhatsApp 咧，你可以關咗個聲音嘅。即係如果你可以話，點解咧？如果你成日都叮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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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咧根本係冇靈日嘅，你個心冇寧靜嘅，所以你可以熄咗佢，然後咧你就內中你就睇一睇。咁而有啲群組咧，你覺得都冇乜益處咧，你就退出啦。即係有啲群組如果係冇乜幫助性嘅時候咧，就讓你個心有寧靜嘅，唔係成日受呢啲嘅騷擾。但有啲人咧就～啊！到夜晚咧，揾咗被冚住個頭，係你咁一路篤篤篤篤篤篤，就係佢得唔到滿足，所以就要喺呢個時候咧嚟到去揾滿足。其實而家時代嘅青少年好多係咁啊，得唔到滿足，佢就揾呢啲嘅滿足。其實個心靈好空虛啊！凡虧缺神榮耀咧，就係罪啦。加拉太書六章八節一齊讀下：順著情慾撒種的，必從情慾收敗壞。信了聖靈撒種的，必從聖靈收永生。其實我哋一生人都是撒種，我哋所做的事都是撒種。如果我哋撒種是出於激氣、怒躁、煩惱，我想問大家，你一日之中有沒有激氣、怒躁、煩惱、沉悶、不開心？在這個情況之下，撒的是什麼呢？撒的都是怒躁、激氣、唔開心，咁啊越殺就越多咯喎，係咪啊？我哋到底有幾多人係順著聖靈殺種咧？即係成日一路咧，好似就先阿 May 所講啦，開始咧輕鬆啲啦，喺神嘅愛中啊，喺神嘅喜樂之中啦。刻意有一日，我當我聽聖經嘅時候咧，我就聽到句説話，講到五千兩銀子嘅，耶穌就同佢講：你在不多嘅事上有忠心。但耶穌賞賜佢喎，但係佢話你不多嘅事上有忠心。我喺度諗點解不多嘅事上有忠心咧？咁啊個意思咧，即係話應該我喺度諗啊，這個人一日之中其實有幾多時間佢會係忠心咧？有幾多時間佢除咗佢自己嘅唔開心啊、怒躁啊，或者佢嘅隨意去做嘢咧？其實人好多時都會有嘅。咁我就由嗰陣時開始，我睇呢個經文開始，我就話不如我成日都係一個愛慕神、讚美神。為神的天國熱心，並且為神的天國發光去祝福人的心態，盡量
令到即係話讓我唔係喺雖然神有一日都同我講，你都依然有好多事可以更忠心，不過你而家咧都係少，不過咧多過以前啦。嗱，我個心咧我就希望係多過以前。耶穌話：你而家比以前多好多啦，更多嘅事上忠心，咁咧係咪好啲啊？好啲。其實可以由早到晚都試下。試下盡量留喺呢種喜樂嘅狀態，讓我哋順著神嘅喜樂、神嘅聖靈嘅然後結出果子啊！即係話人嘅唔好，我哋使唔使放在心上啊？佢會影響我哋，令到我哋殺一啲唔好嘅種子喎，係咪啊？成日咧喺一種怒嘈嘅狀態，佢係咁。其實周圍嘅人，你有冇揾過一個冇係完美噶？你有冇見過一個人完美噶？見唔到，既然見唔到咁，所以見到佢唔完美都唔使咁激氣啦，係咪？嗱，呢個呢句説話，我希望大家記得，跟我講一次啦。我都未見過完美嘅人，所以見到唔完美嘅人唔使激氣噶。周圍都係唔完美嘅人噶啦，包括我自己在內，唔使咁激氣噶，唔使咁怒嘈噶。呢個世界係咁噶啦，我可以更活出神嘅恩典，我就得福，我就可以影響佢啦。我哋越喜樂咪影響佢咯，我哋跟埋佢一齊煩咁咪點影響佢啦？係咪影響唔到？所以呢個心態咧一改變嘅時候咧就完全唔同啦。我哋順著聖靈撒種係咪啊？就唔好順著呢啲猛整怒嘈激氣。亦都好多人咧，佢話我唔係犯咩大罪，不過就係成日好悶。天堂嘅天使會好悶咧？唔會喎。當你有神咧就唔悶啦。有啲人我見過啲小孩子，哇真係好悶啊！誒有咩做啊？即係點解咧？冇手機喺手啊，冇嘢可以做啊，好悶啊，好悶啊！呢個世代嘅人咧就係咁樣樣。但係我哋有耶穌咧，我以前咧我咧等人咧我就梗係帶本書嘅。嗱，我而家都會有時我都會帶本書，但係我而家咧如果冇帶書咧，我都可以做一樣嘢就係咩啦？祈禱咯，享受神咯，我又唔會覺得嘥時間喎。所以我等人覺得冇乜所謂，咁喺度讚美神咯。譬如走班車，我試過一次啦。搭飛機去菲律賓翻嚟，搭飛機係咪？我講咗咩啊？係搭飛機喺菲律賓翻嚟，佢話你班機咧接唔到，中間你要等唔知十個鐘頭啊，十個鐘頭。咁我咧我就話 OK 緊要啦，我就十個十一個鐘頭喺度祈禱啦。我就心就係咁啊。不過其他佢又話唔使啦，而家架飛機快咗啦就。即係喺我心中咧冇所謂嘅，等咪等咯，咪喺度讚美神咯，喺度讚美神，即係愛慕神。我希望大家都係咁，係咪啊？咁嘅時候咧，你成日都係聖靈撒種啊，順著聖靈撒種好嘛？我一齊講啊，我哋順著聖靈撒種，唔好順著沉悶撒種啊！嗱，好多人就沉悶，覺得做人好悶啊，好煩啊，其實唔使噶，係咪啊？沉悶都係一種罪嚟嘅。羅馬書八章七節一齊讀啊！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，因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即係體貼肉體成日都哇咩都要享受更多，咩都追求自己享受更多，就係乜嘢呢？與神為仇。所以我呢度整個圖畫俾你睇啦，揾耶穌嚟打，即係我哋愛世界，我哋體貼肉體咧就係揾耶穌嚟打啦，同耶穌為仇。你會唔會同耶穌為仇啊？唔想，不過周時都會喎，令到聖靈擔憂係咪啊？令到聖靈唔開心喎。當我哋咁做嘅時候，神係唔歡喜嘅。即係喺神嘅眼中咧，神睇罪睇得好清楚嘅，因為神裏面冇罪啊嘛。當一個人有罪嘅時候咧，佢一睇到咧，神就唔能夠同佢有強烈嘅關係噶啦，就會難咗嘅。即係當神一睇到個人係沉悶嘅，佢就睇到呢個人就個心靈就唔開放，所以沉悶嘅人。容唔容易聖靈充滿啊？好難啊，因為佢嘅心阻塞曬啊，阻塞交通啊，塞住曬，所以咧塞車，所以咧聖靈入唔到去啊。但係當我哋攞咗曬呢啲從神為仇啊，我哋有好多意念同神為仇啊，就係神啊點做得啊？呢啲嘢唔得㗎，我唔係耶穌，我做唔到啊！即係呢啲咁嘅意念咧，神咧就想我哋攞走啦，唔好同神為仇。哈利路亞。好啦，任何罪都一定有破壞性。任何一樣罪，聖經雅各書二章十節一齊讀啊！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條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眾條。嗱，呢個經文我睇嘅時候咧，點會咧？你犯明明犯一條，點會犯咁多條呢？
任何一條界面都一定影響我哋同神嘅關係，又影響同人嘅關係，又影響同自己嘅關係，即係全個人都影響曬。所以任何一個罪必定帶嚟各樣嘅問題嘅。譬如話，好簡單，你話我煩悶啫嘛，煩悶會帶嚟咩後果咧？嗱，煩悶帶嚟咩後果？煩悶咧會令到你嘅丈夫妻子覺得好悶啊，你周圍啲人覺得好悶，你嘅影響你嘅婚姻係咪？影響埋周圍嘅人咯喎。煩悶咧又會令到我哋生命發揮唔到咯，喺教會裏面發揮唔到啦，又會影響我哋同神嘅關係，你祈禱亦都會難咗咯，又會成日覺得即係個人唔舒暢喎，即係煩悶咗。有啲人話煩悶都唔係偷嘢，又唔係殺人，又唔係鬧人，又唔係打人，煩悶啫嘛，自己煩啫嘛，但自己煩都會影響喎，係咪啊？即係任何你認為最輕嗰樣罪，都可以影響我哋嘅，都會影響我哋全所有。即係譬如你煩悶，咁同凡間人有咩關係咧？凡間人就係你唔能夠愛你嘅妻子丈夫，你唔能夠睇重佢，你煩悶就令到呢個婚姻受難咗，都係凡間人嘅一個程度啊，即係令到個婚姻唔得美滿啦，都係一種罪嘅程度啊。咁所以任何一條任何犯咗一條罪咧，都係影響乜嘢咧？同人嘅關係、同神嘅關係、同埋自己嘅生命。其實如果我哋睇得到咧，眼睇得到，不過我哋眼睇唔到，就會睇到有啲人嘅心咧裝滿曬啲蟲啊！嗰陣時咧，有個西人佢教我呢句説話 ：，is a can of worms， 好似你打開一罐啊罐頭，本來食午餐肉啊或者咩三文魚啊，你一開咧，哇，全部都係蟲嚟嘅。有啲人嘅心一開咗咧，全部都係蟲，裡面裝曬好多唔好嘅嘢。咁佢又賴人喎，係人衰先啊，跟住我咪嬲咯。咁人衰即係佢食大便，你唔使食噶嘛，係咪？佢又中意全身都係大便，你唔使揩埋去黐下佢啲大便嘅，係咪？當你咁諗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知道佢犯罪係佢嘅問題，但係我祝福佢喎，求神幫我哋能夠去祝福佢，幫佢提升佢，讓佢悔改。但係我哋千祈唔好揩埋，係咪啊？人有罪，唔好揩埋佢啲罪度，一齊講啊！人有罪，唔使揩埋罪，唔使模仿佢犯罪。但係好咧，我哋模仿啊，佢鬧咪鬧埋一份咯，係咪？咁啊，模仿佢犯罪。咁嘅時候咧，就影響成個生命咧，變咗個心裏面咧裝曬好多蟲啊！大家諗下，你嘅心有冇蟲啊？有冇啲苦毒啊、唔開心啊、煩惱啊？因為係充滿神嘅喜樂平安咧。嗱，好多基督徒咧應該係喜樂平安啦，但係咪成日都係咁咧？依然唔係喎。同埋有啲人話：我啲困難太大，好難喜樂嘅，點喜樂得到啊？我咁多經濟困難，家庭咁多困難，但係你今日仍然有飯食。有屋企瞓，咁你就感謝神，你就可以喜樂啦。其實咧，我哋呢度嘅人嘅經濟嘅情況，比全世界咧，我哋係 top 10%， 即係最頂峰嗰10% 之內啊！你走去印度睇下，你走去非洲睇下，你就話：哇！我哋真係享福啦，真係！我哋見到好多人，我哋其實係好多人，好多人都有嘅。嗰啲人會見到我哋，哇！你應該好開心啦咁。但是我們說不是，我們很多人都不開心，因為人的罪性就是會不開心。羅馬書8:37，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，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。這個人 Christ in you， 耶穌在我們的裡面，我們有在耶穌裡面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得勝有餘，是可以得勝的，是絕對可以得勝。我問你一個問題，你現在這一陣這一秒鐘，你可不可以不想不好的事，行不行？如果呢一秒鐘得，下一秒得唔得？得。下一分鐘得唔得？下一個鐘頭得唔得？下一日得唔得？跟住落去得唔得？其實你選擇就得噶咯喎，你選擇處理就得噶啦。其實係可以得嘅。咁我一陣會講俾你聽個方法。提前6:14一齊讀啊！要守井命令，毫不玷污，無可指責，直到我們的主耶穌基督顯現。嗱，呢度聖經講到咧，唔係淨係追求係咁已喎，好多基督徒啊！我都有翻教堂，我都有奉獻，我都有做，即我都係基本好人，我又冇偷人錢，咁我覺得幾好啊，咁 OK 啦咁樣。但其實聖經講係追求一個完美嘅，係完全咧係脱離罪嘅生活，得勝有餘嘅。咁呢個係神俾我意念，人會完全冇罪嘅意念，個個人都有，有時彈啲意念出嚟嘅。咁有啲人彈啲意念出嚟就話。哎呀，我而家咪有罪嘅意念，咁我又喺唔緊要咧，有即刻咪處理咪得咯，即係好似
我咪講過有嗰啲遊戲咧，咪有啲嗰啲動物嗰啲頭出嚟嘅，咁你咪攞個錘仔嘛，一嚟卜卜，咁你一煩咧卜，唔使煩啊，煩乜嘢？耶穌咁愛我，唔使煩啦。一悶，耶穌同我一齊手一悶咧，咁即刻就卜佢，就係咁簡單。即係佢會出現，唔緊要嘅。有罪嘅意念出現，唔代表我哋係即係冇得救，唔代表我哋處理唔到，係人人都有嘅。呢度有冇人係冇罪嘅意念？我想問，有冇人今日未試過有罪意念？有冇啊？個個都有嘅係嘛？總會出現嘅，所以有罪意念係唔出奇嘅，個個人都有嘅。個問題就係你求主即刻赦免同埋處理。嗱，有啲人就咁話，一有罪意念啫，哎呀，我今日又衰咗啦，哎呀，我今日又發咗脾氣啦，今日做咩？其實咧，耶穌就唔想我哋咁。耶穌就想我哋即刻求主赦免就得噶啦，但係好多罪，我哋犯咗罪咧就唔敢啊，即係覺得太醜啦。人總係要我做翻好啲咧，嗱，我呢幾日咧完全唔犯罪，我就夠膽祈禱啦。嗱，其實呢個係咩主義咧？功勞主義啊！人即係話我犯咗罪，我要做翻嚿好，跪到個膝頭痛咗啦。跟住咧，耶穌嗱，我今日做咗好多好事啦，我傳咗福音啦，啊，耶穌你而家赦免我啦。我哋覺得要做翻啲好嘢咧先配得耶穌赦免。但耶穌話你做幾多都唔夠好，所以其實就係白白赦罪、白白赦免。一齊講啊！我哋犯咗幾多嘅罪，馬上求耶穌白白嘅赦免，係冇條件嘅赦免，唔係因為我哋夠好啊，而係因為神完全嘅愛，耶穌贖咗罪，所以我咧白白清義，我哋全部都白白清義嘅。哈利路亞！我哋全部都白雪雪嘅，耶穌洗乾淨曬，哈利路亞。嗱，第一就係即刻求主赦免，唔好繼續自責，馬上處理罪就得啦。但係好多人咧，一生人都好多自責，我都試過好多次喎。諗翻唔知幾多年前犯嗰啲罪，大家有冇試過？哎呀，真係醜怪嗰陣時，點解犯啲咁嘅罪咧？個心喺度諗，有時見到個人啊，哎呀，以前我又做嗰啲嘢令到佢唔開心。就我哋有時就會呢啲嘅罪咧，就喺我哋心裏面咧，落落亂。但係神就係唔想我哋咁，神想我哋繼續指責嘅。神想我哋咧，哇！多謝耶穌，即係神想我哋點咧？就係、是、用呢個救恩嘅杯啊！即係聖經入面講到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救恩嘅杯，就係我哋點樣去感謝神咧？就係攞住呢個救恩嘅杯，神嘅救恩，神就歡喜啦。即係神咧，唔係中意你個個都話：哎呀，我不配啊，不配啊，不配啊！我聽過啲人翻去成日都咁話，好不配啊，真係好多虧欠啊！嗱，係 OK 嘅，但係佢即刻應該話，但係耶穌令到我係翻入佢嘅恩典，即係唔好成日話我不配啊！啊呢排我做得唔好啊，真係好虧欠啊咁。我以前聽過好多人作見證都係咁樣上台就話我點樣不配不配，但係我哋就應該話我係不配，不過神就赦免我，所以我唔使成日覺得不配。而耶穌真係完全嘅接納我，我唔使繼續喺自責嘅。咁而用聖經嘅觀念處理，即係一有罪嘅意念，譬如你明明想以惡報惡嘅，嗱聖經講得好清楚，你就係神喜悅我祝福佢，嗱我祝福佢，咁你話佢咁衰，真係好難祝福得落喎。咁我哋諗下，我哋都好衰嘅，其實我哋得罪神好多，我哋越睇到自己嘅罪，我哋就越覺得其實我嘅罪並唔少於好多人嘅罪，其實好多人佢哋都係喺罪裏面好淒涼，我哋就會憐憫佢啦。可能心裏想鬧嘅蠢材，但係聖經話你要做説做上人嘅好話，係祝福佢嘅，建立佢嘅，唔好去發脾氣，而係咧講嘅説話咧，佢聽完咧，哇開心曬！有人曾經講過一個基督徒嘅貓狗測試，就係咩咧？如果呢個人咧，佢同啲貓狗一齊咧，都令到啲貓狗好辛苦嘅，即係有啲人會咁啊，中意搣下佢啊，踢下佢啊，鬧下佢啊，我見過以前見過。哇！佢得閒就攞條鞭就打下只狗喎。咁啊，佢話呢個貓狗測試啦。如果你都令你啲貓狗都唔開心咧，你都肯定唔係一個好基督徒。即係如果你係一個好基督徒，你就見親邊個，無論係貓係狗係人，小 B B， 你見親佢都會令佢開心啲。一個無論佢咩狀況嘅人，我都令佢更加開心嘅。好啦，發脾氣嘅時候，我哋就話用聖經，有心中所存嘅善就發出善來啦。如果淫念，就話神嘅聖潔嘅婚姻更加好嘅，神可以醫治我嘅內心潔淨，咁嘅時候咧個婚姻更加美滿，或者我係獨身，我都係有聖潔，係非常之美好嘅。好啦，得勝五部曲，大家記唔記得啊？第一係乜嘢？
留意，記實啦，留意犯罪嘅意念或者習慣。之前講嘅就係留意俾人影響嘅地方，留意到，留意一個好重要一樣。我哋今日喺門徒訓練咧，就有人講到話：，唉，又犯咗罪啦，又鬧人啦，就係冇留意到個罪嘅意念啊！一留意到罪意念，即刻處理，咁咧就會唔會進入個罪？留意係好緊要，即係話有罪意念即刻留意到。第二咧，深信必有乜嘢？破壞性一定有破壞性嘅，跟住用乜嘢處理啊？用聖經嚟到處理犯罪嘅原因。第四咧，親近神得力。第五咧，持續嘅選擇順服。嗱，呢個其實係神嘅方法，我抄咗神嘅啫喎。因為神嗰啲嘢冇 copyright 喎，咁就係神喎。係咪我哋犯罪嗰時，神咧就會感動你啊？咦，我犯緊罪咯喎，跟住咧。神就俾我知道唔啱喎，係唔好喎，呢樣嘢犯罪係唔好喎。跟住咧，你就會諗到聖經裏面叫我哋點樣做喎。然後咧，神啊幫我啦，我做唔到啊。跟住啊，好啦，有時可能一二三四做咗好多次喎，做好多好多次之後，第五好耐之後先願意順服。咁但係咧，我想講嘅就係即時去順服，一發覺有呢個情況，即時去順服。呢個其實我就將聖靈教我哋個方法，我就將佢抄咗落嚟。大家有冇發覺係咁啊？聖靈提醒我哋，咁我就開始留意啦。咁我就以後咧，其實我好快留意，其實都係聖靈嘅工作，因為聖經講到咧喺腓立比書二章十三節咧嗰度講到話咧，你們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們心裏運行，為要成就佢嘅美意。即係你立心去做，同埋做出嚟咧，都係神喺你心裏運行嘅。我而家咧就立心，一發覺有罪意念，即刻就留意到啦。咁呢個都係聖靈加速喺我裏面。咁我自己都用我嘅理智嚟到配合。其實我哋經歷聖靈係靈界活動，但我哋都可以咧，我哋嘅理智一齊合作嘅。基督徒係唔係淨係靈界嘅？我哋個思想啊，可以裝滿聖經嘅説話，隨時準備好。有一個你嘅家人成日都發脾氣嘅，猛整嘅，你做工嘅人唔開心嘅，你可以用個理智，我分辨到佢係咁嘅人，於是我就學習唔俾佢影響。是可以用理智的，是吧？譬如你行那條路明明刺了個窿，你是不是可以用理智告訴自己不要 下次行到個窿，行不行？你會不會啊？你要記住那條路有個窿，有沒有記得？如果你揸車，你會記得某條路有個窿，不要一次行到那個窿撞到個窿，會不會呢？即是你會知道這件事，這個就是理智，人都給我們理智的，是吧？那的時候我們就可以配搭了，就是說我自己提醒自己。那我現在用一些例子了，怎樣去即時處理罪呢？咁我講一樣，好多男性覺得好難，有啲男性話俾我聽：，哎呀，真係處理唔到淫念啊，處理唔到啊。咁我咧，當我一見到任何嘅圖畫、色情嘅圖畫，或者見到任何啊著得好暴露嘅女性，任何令到我會總之影響我嘅內心，我一留意到啦。各位男性或者女性，其實有時有啲女性都會受影響嘅。你有冇會唔會發現自己嘅心裏面有種即係有種俾佢影響嘅心啊？會唔會啊？好啦，留意到啦。咁咧，有啲人就唔係咯，就繼續享受一下先咁樣。咁你就冇去處理啦。但你知道留意到，知道有破壞性啊嘛，係咪啊？雖然咧眼睇落好順眼，但係有破壞性。於是我要抗拒呢樣嘢，因為咧，當你咁做嘅時候，你同你嘅配偶都不能夠忠心嘅喎，係咪啊？所以我哋就要處理呢個問題，唔好讓呢樣影響我哋啦。咁咧就心上有破壞性，跟住用聖經處理啊。聖經講到咧，喺見到個婦人就動淫念咧，就已經要去犯奸淫咯。所以個心裏面就話：我唔好動淫念，我即刻要處理。咁啊處理嘅時候咧，跟住祈禱啦，神啊幫我啦。跟住咧就選擇啦，好唔好望佢喺電腦嗰啲，即刻唔好 click 入去。嗱呢個就係選擇啦。嗱，試下大家第時咧，你上網，你見到咩情況，即刻好上啦。但係好多人都話睇下先啦，睇下咩嚟嘅先啦咁。你知道咧，你就唔好睇嘅先啦。睇咗咧，即係你去試下咧，就試下就一個好，即係試下咧就一個好大嘅危機嘅。好啦，譬如有個人佢令你好嬲嘅，佢做嘅的而且確唔啱喎。咁我哋發覺我裡面嬲啦。如果我哋易怒，即係話呢個人做嘅唔啱，咁呢個係冇問題嘅。但係人唔係神啊，我哋唔能夠成日喺易怒之中嘅。你唔會日日啊，哇嗰啲人做得好唔啱，哎呀，我真係充滿易怒啊！
即係我哋唔能夠承擔呢個，要交俾神嘅，神有義路，唔係我哋要有義路啦。即係唔能夠成日都係呢個狀態。咁啊，知道成日都係呢種怒氣唔啱啊，或者有時咧就係、是、其實就係肉體嘅怒氣。好啦，有冇破壞性啊？有啊。有啊，即刻啲血液沸騰啦，即刻咧個人好好瞓覺瞓唔到啦，唔開胃啦，係咪？即刻受影響啦。咁咧，於是用聖經處理啦。人都有罪，其實基本上咧，好多時我哋俾人激咧，係冇相信一句説話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一齊跟我講。世人都犯了罪。有冇見到個冇犯罪嘅人啊？但我哋見到犯咗罪嘅人又好激氣喎，係咪啊？其實唔使激氣嘅，係咁噶啦，成日都係咁嘅，周圍都係噶啦，世人都係有罪。但係咧，嗰啲人因為同我哋近啦，咁啊覺得冇理由佢咁多罪嘅喎，咁我心就激氣啦。但係我哋嘅心就話，佢有罪係佢嘅問題，佢有大便喺佢身上，我使唔使揩一揩啊？唔使喎，係咪啊？跟翻佢個樣好唔好啊？佢跳落去瞓池，使唔使再跳一次同佢跟啊？就跳一次，唔使嘅，唔使做翻佢同樣嘢。我哋分辨呢樣嘢係唔好嘅。於是我哋分辨到咧，用聖經處理，我哋要脱離啲罪惡，但係祝福佢，唔俾佢影響。跟住祈禱啦，可能冇力量喎。嗱，譬如就先我講個例子，見到一啲吸引嘅異性，個心受影響，咁啊祈禱耶穌幫我啦，神就會俾我哋力量嘅。咁咧，然後咧就選擇啦，好，唔好忘。選擇唔好發嬲，係佢嘅問題，唔好發嬲。心裏好激氣，我可以選擇唔激氣。嗱，呢個就係輕鬆得勝嘅，即係得勝五部曲。咁我又將佢濃縮咗得勝三部曲。咁啊點樣濃縮呢？就淨係要一四五。第一留意到，第二咧就親近神，跟住選擇。嗱，因為第二咧就話俾我有破壞性啦，第三就用聖經觀念。但係我哋大家都記得聖經觀念嘅，好多時記得㗎啦。咁所以咧就係、是、一留意到。即刻祈禱，即刻選擇信服，咁就一個好簡單嘅過程。大家攞唔攞到呢個方法？攞到。咁有時有啲人話：哎呀，我真係好困難咧，我又冇錢，又呢樣，啊、哎，真係好難唔煩惱啊！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知道我哋孭咗神嘅擔子。咁你話嗱，你可以咁樣嘅，你放心啦。如果神真係要我餓死，咪餓死咯，咁咪餓死咯，即係唔緊要啦，我都唔怕噶啦，餓死又上天堂嘅啫。咁你個心諗住最差最差都，其實通常我哋都唔會餓死嘅。但係我哋就擔心好多樣嘢或者好多困難，咁啊，我哋就神啊，俾個力量我，幾困難都好，繼續選擇喜樂，倚靠神得唔得啊？其實可以選擇嘅，不過問題好多人冇刻意處理，冇留意，輕鬆得勝就係刻意又輕鬆。即係唔好就哎呀好辛苦啊！唉，你哋唔係好似我咁，我真係咩罪都要處理㗎，好慘㗎我。哎呀，我有咩罪即刻要處理，咁啊處理得好慘啊，係咪？但其實好輕鬆，唉，有乜所謂啊？死就死啦，唔緊要嘅，唔死得㗎係咪？餓咪餓啦，餓下都唔緊要嘅。咁你嘅心態咧，冇嘢所謂㗎，俾人鬧一鬧冇所謂啦，都抵鬧，有時都曳好多啊。佢鬧翻鬧翻，補翻我以前做嘅錯事，咁你輕輕鬆鬆嘅處理，求主幫助我哋。在神面前，我們這陣子我們睜埋眼向神去認罪，就是我們有得罪神的地方，求主耶穌赦免，或者我們心中一路存留的罪，我們心中的污穢的意念、淫念、憤怒，看小某些人，我們沒有看重神，沒有尊重神，抗拒神，與神為敵，或者浪費我們的生命，求主耶穌赦免我們。或者我們對某一個人懷怨，不肯饒恕他，求耶穌幫助我們選擇，他犯的罪我為何要生氣呢？我選擇信服，奉耶穌名我饒恕他，祝福他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會激怒人，我不用放在心上，我選擇去祝福。主耶穌求你恩待憐憫，幫助我們深信耶穌一定赦免我們所有的罪。當我們知道我們的罪的嚴重性，罪可以帶來很多的後果，被魔鬼留地步，會帶來不同 的問題產生，但是神是很想清理我們的罪，我們只要求主赦免，耶穌就必定赦免全部的罪，赦免完耶穌的義務在我們身上，我們就完全輕省，我們就靠著耶穌選擇順服，每天都選擇順服，充滿聖潔的生活就會充滿喜樂平安。哈利路亞，我們可以得勝有餘，日日都平安喜樂，不是活在罪的捆鎖裡面，活在罪的捆鎖是很辛苦的，但我們得勝有餘，多謝耶穌，感謝耶穌。